需要一条一码的真功夫了吧？还好我学过。还好你学过，哎，跟着中心指导也在上一部里学过。对。啊，那你应该是合作了有少林足球啊，有功夫啊，然后你觉得再一次和星爷合作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很难一言难尽，因为基本上你到现场，你看着他每一句话，你都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如果真的要什么有什么得到的话，就是我觉得我这几年在那方面成长还多。对，可是他好像没有老婆，都已经好像。林先生现在也是一个导演，还是大导演。那您能跟我们说？对我很多启发，真的。您能给我们评价一下这一次和林子聪合作的这个感受吗？我觉得林先生呢，他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很怕。对，写了一点的一个特点。不容易当主。其实我是希望他的这个电影里面是减肥，但是我看现在已经没有希望，因为。好，那我想呢，在座的各位媒体，我看刚才感觉到了大家有很多的问题，也非常关注他们。那接下来的一会儿呢，就会是分组采访时间，在这里就不多提问了，把时间都留给大家。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开启我们的祝捷香槟，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有请各位投资方的代表和我们的演员一同来开启祝捷香槟。有请中毅集团公司总经理韩三平先生、中毅集团 CFO 江涛先生、中凯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郭子龙先生、北京春秋红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刘岩先生，还有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先生。有请各位领导和我们的演员一起开启祝捷香槟。高脚爱
请前排就坐。好，我们请我们的三位主演留步，我们再来合影拍照。好，请三位在中间，我们拍照。中间的媒体，中间。